我现在也讲哈，就是家里尤其有儿子，一定要苦着养，千万不要太照顾太周到。如果你要想养一个逆子，那你就对他百依百顺，那么养到三十来岁，他哪天不高兴，就会把你们全部干掉。免费视频群社区，右上角添加朋友，再点击公众号搜索 RKK622 RKK622， 关注后进内部群。